今天的明星电豆店邀请到了暌违四年没发专辑的韦礼安，到底这次的新专辑传达什么样的概念呢？ Sounds of my life 就顾名思义，就是我的 life 里面所有的 sounds， 就是我生命当中这些，就是我自己很重要的这些人事物啊，有我的家人啊、朋友啊，甚至我的歌迷啊、我的宠物、我的猫，声音都在这张专辑里面。然后甚至整张专辑的最后面，我还有放一首叫 Credits， 就是所有参与这张专辑的工作人员。然后希望把他们的声音录在里面，就大家自我介绍说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吉他手谁谁谁啊，混音师这种。因为整张专辑听下来，如果听到那个，会觉得很温馨，很感动。那有没有里面哪些你截取的声音是觉得哇，这个是我好难得截取到的一个？如果要你选一个声音，特别印象深刻，选一个、哦，对，择一。专辑最一开头有一个小朋友的声音说，我是韦礼安。这个是真的，我小时候的声音，然后是我，哇塞，是我真的，我小时候很喜欢听录音带，然后也有时候会不小心自己录，用录音带录声音，所以我是想要做这张专辑之后，我就决定好，我要回我的老家，把所有的一大捆的录音带都还留着，都还留着，没有被丢掉，没有，然后就搬回来我的工作室，然后还跟别人借录音带的机器，因为我已经很难找，已经没有机器，所以就是每一卷一卷慢慢去把它录到电脑里面，然后找，哎，就找到。我有小时候讲这句话，然后我一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说，这句一定要当整张专辑的开场。这个太珍贵了，对，这个超级难。每一个 moment 都有一些很特别、很特殊的声音。对，而且很好奇，其实因为这个专辑有多猫的视角，为什么会想要用宠物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，或者用猫？猫的视角的一个世界观的感觉。那个这个 idea 其实是企划提出来的，因为我有一首歌，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《猫咪共和国》，对，很可爱，就是有放我的三只猫的声音，然后我们就聊，然后发现，其实好多团队里面的，这是做专辑的团队里面的人都有养猫，然后后来他就想说，可以用一个，比如说从猫的视角看我的生活。或者是从我的生活的视角在看猫这样子，因为一开始我其实有在想要养猫这件事情想了一段时间，但是因为通常你说网络上面一些领养的资讯，对，他们都需要你的本人的就是私人的资料，对对对对，然后就是艺人觉得不太方便了，所以后来是真的是一个机缘，就是我朋友他家的阳台有猫跳进来，好啦，跳多久？不要闹，聊了这么多，因为李安哥你有很多经典的歌曲，今天要来为我们重复演绎一下，我们李安哥带来的《跳进来》，嘿，跳，跟着音乐跳，跳你的头。今天带来什么歌曲呢？先带来《慢慢等》这首歌，好，欢迎，掌声欢迎。终究占据了我的心房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疯狂，因为你我不再白眼，想着你让我更加勇敢。你说你害怕曾经受过的伤，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，害怕重演在你身上，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。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，但我知道我会怨你的，我会慢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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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上弦的铃声，慢等，等到我都睡着了，耐心等，只为了心动那一刻。慢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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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红灯变绿灯，慢等，当你突然觉得冷，我会握着温暖在这里等着。慢等，慢等，当你突然觉得冷，我会握着温暖在这里等着。
爱情如果真的是束缚，为何你能爱得轻松自如？你说你天生爱孤独，两人生活有点太辛苦。想你是双栖动物，我只能活在充满爱的幸福。我所能适应的温度，都是以两人世界为主。多想要，却要不到你安抚。眼前是什么路，已看不清楚。你的脚步在不远处，我仿佛将自己说服。就算最终这一场爱的催眠术能解除，依然无助。我无法和我一个人相处，你不愿搬回从前居住。就算哭也一样没帮助，我被困在一个人的峡谷。多想要，却要不到你安抚。眼前是什么路，已看不清楚。是我们热门的单元，你比手画脚怎么玩呢？非常简单，我是会做关主，然后我会用我的语言来让你们做一些动作，然后谁先猜出你们那个动作的话就获胜。对对对。那输的呢？哦呦，要按电笔哦，所以猜的最多就能获胜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就个位好不好？就定位置。就个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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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吗？这边。第一题，来，起上。好，你们身体转一边，侧边几个字？两个字。对，然后膝盖弯下来，膝盖弯下来，对，两只膝盖弯下来，然后两个肘，两个手放开来，手，不是全弯，不是全弯，像围巾这样半弯，对，然后左右摇摆，左右，企鹅，企鹅，前后摇摆，前后摇摆，台风，嘻哈，嘻哈，跳进来，嘻哈，没有，两个出去，嘻哈，一直在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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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喂，晕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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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接近，龙卷风，不是很近，谁近谁近啊？谁近？龙卷风，台风，旋风，旋风，好，你们旋转，你们可以 pass 哦，好了，先 pass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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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讲，这是什么啊？好，第二个了吗？对，下一题哦，下一题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首先你们，先。侧边面对我，侧边面对我，侧边，对对，然后对面向这里，然后一个脚前，一个脚后，然后你的前脚弯下来，然后两只手往前，好像握着一个棒子，然后你们两个就一直转36圈，一直走马舞，
博士，你们两个绕一圈，绕一圈找。这样绕一圈吗？我看答案呢、啊，旋转木马，旋转木马。Oh my god！ 什么东西？好，下一个，三个字，好，两个脚盘开来，往外攀，然后蹲下来，然后转舌头伸出来，然后跳，再跳上，跳下，一直跳。青蛙，三个字吗？哎，三个字，哎，跳花，对，你接近了。青蛙，哎，对，三个字。青蛙，然后，青蛙跳，对。哇！啊，这个可以，两个字，我两个字啊，你两个四脚趴在地上，对，四脚，前面有一个目标，你就一直用你的右手去抓它，然后再回来抓它，再回来几个字，两个字，抓它再回来，对，什么？然后你们互抓，然后你们就跳进来，猫咪，对，猫咪。为什么？什么指引啊？对，好，还有吗？这个非常简单。好，威利安，你的右手拿起来，然后这假装打着一个罐头，然后放在违禁的嘴巴前面。这样。然后违禁几个字？两个字，违禁开嘴巴，然后吸一口气，一直吸。对，两个字。对，两个字。是什么？闻什么？闻香。两个字，然后闻了之后违禁，我要你。就是，走来走去，然后手脚乱，对，中毒，哎，然后再回去吸，上瘾，对，两个字，上瘾不是，然后维利安，你的大拇指，你按下那个东西，按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你的手，看一下我的手，然后再看一下维静，什么情境剧啊？两个字，这样没了吗？这个情境已经没了，就这样子。好，看一下你的手。就刚刚那个。东西放在他嘴巴前面，第一样，对，然后违禁，你的右边右手就转三十六圈，小小的，右手转三十六圈，下面一点，然后头往前看在那个手，然后吸，什么？吸什么？肚子饿，吃饭。嘴巴对吗？嘴巴一口，不是。惊叹，惊讶，两个字，惊讶，错，好难哦 ，pass， 两个分。你们两个人给我闭眼睛，好，闭眼睛，然后手脚乱挥，然后几个字，两个字，然后看着天空一直乱挥，两个字，看着天空，发疯，求救，救命，两个字，救命，一直拨开来，就这样子，一直拨开来，闭眼睛，拨云见日不是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几下一直往上升，几下一直往上升，潜水、溺水，那为什么要闭眼睛？因为溺水啊，那水里、啊。你在水里不跟他看。好了，这个就是题目没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已经好强哦。等一下，我太好奇中间那两题到底是什么了哎。啊、第一个是有两个，你先讲那个吸的是什么好不好？直接公布答案。拿着东西吸的那个。九测。哇！你看，你为什么是罐头？等一下，可是我不是描述的好吗？制作单位，你不觉得吗？不然你要怎么讲？好远哦，可是其实蛮难的啦，蛮难的。你就可以讲开车啊，我来叫你开车啊。你叫我什么那个？我来叫你开车，这样子是什么？那个转三十六圈，窗户你滑下来，然后九寸。你讲太细了。那前面那个第一个，这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冲浪。哎，冲浪，你们刚才这样。啊！你说我啊？你说是？哎，不然我还能想什么？我本来想说你们四个朝地这样子，可是我觉得太难，你们会想到游泳。哦，对，因为刚刚有个自由，好了，也对了。但是其实，哎呀，恭喜大神进获胜了，耶！4-0，来，所以杨哥要接受电笔哦。好，电笔，请上电笔，请上。好，来给镜头 Q 一下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三、二、一。哇哇哇哇！快看！不玩那么久。
久？对啊，你干嘛按那么久？我想说蛮舒服的、啊。哇，你不怕这个电脑电疗的东西你 OK 哦？针灸啊，对啊对啊对啊。我天哪，吓死哎、欸！对，你是有史以来按过最久的。有史以来我们阻止来宾不要再按了，不要再按了，因为来宾按一下通常蛮舒服的，你可以按按看。我不要，我不敢，我不敢，我不敢。等一下，我正要问你一个问题。哎，好。前面那个。是不是你看到外星人，你抓到那个声音放在里面？你真是我的知音，没有错。真的吗？真的假的啦？假的啊，假的啊！怎么可能？那个声音好酷哦、喔！对啊，那个 synthesizer 有没有那个？对，很魔幻迷幻的声音耶！很多，这次维里安的新歌里面有很多他截取到的声音。对啊。好了好了，最后再来跟他宣传一下这张专辑。没错，我的新专辑《Sounds of My Life》第五张创作专辑已经。各大数位平台实体也都上了，然后听说实体卖得非常好，哇，很多人跑很多唱片行都落空，那希望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然后跑唱片行之前可以打个电话说，哎，有没有维里安的新专辑？那这张专辑花了很多的心血，四年的时间去做，所以我生命中重要的声音 ，Sounds of My Life， 希望大家喜欢。而且这次李安哥呢，还要跑很多那个礼尚往来的音乐会，没错，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李安哥， yeah, 谢谢维里安。看见蟑螂，我不怕不怕啦，我神经比较大。谢谢收看娱乐百分百，别忘记订阅我们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到 Facebook、IG 关注我们最新消息。娱乐百分百，我们下次见。